可如果陈泰这场应该是就是只卡林跟宇先发，没有错。那这样势必会少一张非常强力的后援。对，哇，好，我们看到哈、哦，果然开场就是派上是 Makoto 零六年林恩宇，哇，但是一上来的黄高俊，哇，选择第一球就出棒哦，那想说你天气哥要给你点放一球就被打安打了。对，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点放哦，在跟高手对决的话，你的点放就是非常的甜蜜呀、啊，对他来讲叫做甜蜜点。所以接下来开始吹了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看到哈、哦，投手的话，陈泰米迪亚哈、哦、是林恩宇哈、哦、开到是第一大师。那在金刚队的打线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打线这边并没有做一个变动哈、哦，还是照刚刚的打线。那在陈泰米迪亚的部分，打线这边也没有做变动。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职员的部分哈、哦。对，这边也都没有做变动哈、哦，所以我这边就不再做介绍了。好，我们就来好好的看一下哦，第二场比赛。好，现在一局上半一人出局，满球数哈、哦，一垒有跑者，就是击出安打的黄高俊，这一球打游击方向，后面人传二垒，再传一垒。哇，化解掉了这个失分的危机哈、哦，所以果然是主场优势、啊。哇，金刚队带上的最近非常红的紫卡 Cliff Lee。是的，各位，这张赶快拍照一下哇！而且他用挑战券升到了六等。那为什么 Cliff Lee 最近非常红嘞？江神要不要跟大家解说一下？因为最近巴哈很 po 很多文章哦，就是我看到一篇就是在讲说韩版已经有出在更新一些 MLB 投手的特殊球种，那其中就包含Cliff Lee 这张紫卡的他的卡特哦，卡特以后会改成 CF 卡特，对，然后那个轨迹好像变得非常的哇刁钻啊，非常的恶心啊，那真的是我觉得比小鸡花球还快啊。往左边这样飘，可是现在已经很恶心了。如果再改的话，那就不叫恶心了，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叫什么？叫恶烂。我是解释差不多了。对，差不多。哇，太厉害！而且完全哦，天气被克到，投起来还是感觉很威、哦。对。哇，所以这张想必哦，它的身价势必要飙涨。我能预测今年的那个八月的巨物大赛哦，从去年非常火红的巨怪强森哦，我觉得今年会变成Cliff Lee 啊，就是人人一张 Cliff Lee 在那边飙。对，但是我还是老板这边还是希望哦，官方可以尽快的赶快追上韩版的进度哦，然后让这个画面哦，或者是整个这个 3D 呈现给大家。那在对于转播来讲，哇，那就更好看哦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所以我要天天写信问候一下他妈妈。那现在二局上半，双方哈、哦、都没有分数的进账，但是打者轮到的是最佳状态哈、哦、的雷德哦，这球锁到了。哇。哦，但是飞行的距离好像不是很远，只差球可能打到球下缘。看啊，小鸡滑球的幅度哦，可以从投手丘直接呢滑到他腰部的位置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好，二局下半变天了。那变天之后，哇，那对于克利夫利来讲哦，真的是更上一层楼啊。整个阴天哈、哦，我记得球最上 ，Cliff Lee 好像第三个好像叫 C 达人吧？对，他好像没有开到 C 达人，开到冷静的王牌。冷静的王牌，对，因为他是想说他应该不会超过两分哈、哦。我顶多失一分，不会失到两分。对，然后直球系列变化球数值都会加二。哇，这球推得漂亮。一道 S 推哦，对，打击最上的柯良中哦，天气也对到了。
打了克利夫利一支安打。哇，这球郭美人锁下去，邱昌荣，哎呀，这一球竟然被他扑到了哦。对，哇，这个一打出去，瞬间是觉得扑不到，要欧巴了。对呀、啊，这球就掉的话是肯定哦，应该会就会失分了哦。那我们来这个位于对这个 nice play 给他一个一击棒。哇，这局攻势就瓦解了。是的，我刚刚那个 nice play 极棒。哇，怎么没有开到飞身扑救大师，还是可以扑这么远啊？对，所以他可能是应该有开到隐藏版的飞身扑救大师。好，那现在三局上半还是林恩宇的投球，那打击的是这个97年后一样是六等的吉诺哦，但是据我了解哦，这张吉诺的六等是误赏自己用手动升到六等，现赚5000块钱。那在中职联盟来讲哦，中职联盟的冠军的奖品就可以。这个指定、哦、自己组合队里面一张黄卡六等，那市价、哦、差不多也是在5000块钱左右的等级哦。这要感谢官方的赞助。对，没有错。那这个强森赛品要不要赞助一张六等？我自己本身球队都还在追求自己第一张六等卡哦。哦，是哦，所以对，因为我还没有花过任何活动去买六等。所以还在追求当中啊，所以你不是传说中的大户喽？哎，其实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啊，我很少很比较花钱，没有花这么多台币在有是有花一点，可是没有，可顶多都是花在开潜力或是让卡发光，可是如果要拼紫光就没有额外的钱这样。没错啦，因为、哦、我们这个叫做量力而为啦，哦、就是千万不要，老板这边也呼吁、哦、就是。像 BBO 中职里面啊，有一些社团有没有？社团啊，还是这个有一些国中生、国小生哦，纷纷加进来在打游戏哦。那老板呼吁哦，就是我会认为哦，国小跟国中的学生哦，尽量的完成他的学业。对，这是正确的。在电玩。那江省当初为什么会就是接触到全民打棒球？哇，这要追溯到2006年，因为我从2006年就开始玩了。那时候我是国三的时候吧，大家拼机测嘛，然后在学校读书，然后可能晚上累了，就会大家想说，因为平常就很喜欢棒球，所以这同学会邀一邀，就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来打个棒球游戏这样，然后就进而接触到全民打棒球这个游戏。然后没想到，哇，一玩就玩了6年，玩到现在。是很早期的玩家。那刚刚回到场上、哦、威拉斯、哦、集了一个算是非常落点齐家、哦、一个侧路边，对，就一垒跑者压线的球，对，就回来先夺下一分、哦、现在1-0、哦、领先的误赏、哦、跟刚刚上一场误赏、哦、一直领先到8局、哦、这个状况、哦、有点改变哦。而且这场小鸡很明显压制到误伤攻击哦，目前4到4局才打出一支安打哦，所以呢，如何克服这些特殊球种跟特殊姿势哦，也是所有这个喜爱全民打棒球玩家哦，在游戏里面哦要去想办法哦去克服的。好，现在4局上半。轮回到金刚队的打击，这球谢家贤没有问题啦，出去啦，这是一发左外方向全垒打，把比数追平啦，同时也把瑞文的老婆再度打出来啦。哇，这个 timing 一挥出去就知道有了，是的，几个月了，哎，几个月了，哦，原来你在回我这样，对，是我在回你。
不需要验就对。哇，这球顶呱呱直卡，哇，发威了哈，也出去三垒有人，哇，那势必哈，超前分，没有在怕马一二快传。那轮到是九七人戈雅哦，六等戈雅，那三垒有这个速度最上哦，那投球是我们的许竹健。那老板要不要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游戏？哦，我一样也是在2006年，然后组了第一支球队就是2006年的拉米狗，哇，那时候叫拿纽，对拿纽，对，然后呢，因为本身也是在打棒球，哦，所以就想说玩玩棒球游戏。然后就发现，哦，这一球打到三垒方向，他选择传三垒哦，那但是跑者速度最上还是回来 safe。但是这边看起来好像他没有做一个前进守备，对，没有做前进守备。对，这个应该是如果要这个抓这个三垒跑者的话，应该要做一个往前守备哦。所以这边就还是让这个。金刚队哈得到了是超前分，目前2-1啊，领先的是陈泰米迪亚。好，这边就三振掉了布拉德哈，然后进入到了四局下半，那克利富利这边投了40个球，然后开始传，那换上了第一任中继投手，拥有的是直插球跟四缝线最上的中凯利哦，那有一个金币人的潜力，哇，可惜了，打得好，但是对打得好，扑得更好，对，真不愧是六等的黄高俊哦，没错啊、哦，所以各位，你说到底要不要把球员卡升到六等，这边见仁见智啦、不知道雾赏会不会有一天把他的金刚队升到全部7等。目前就老板就我知道，义大犀牛好像已经有一个人差一张就可以全部7等。哦，对，这位选手我也知道，对，非常的有名啊。我们不要把它讲出来，对，因为大家会说他是台战。我每次在打俱乐部的时候，每次都看到这个 ID 一直出现在我画面中，将摩卡升成7等，哇，太超过了。各位看实况的朋友们，当你在打这个比赛的时候，突然呢，这个聊天室的画面就出现了，圈圈圈，叉叉叉，成功。把叉叉叉卡片升级为7等，而且还连续好几张。对，你是不是没有心继续打球了呢？而且如果自己也是主义大犀牛的球队，真的是看起来也不是什么滋味。没有错哈、哦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也算是一种对自己组合队的爱了哈、哦。然后对，用这个金钱堆积出来的爱。哦，那我相信这也不叫台战，因为这个我就会觉得说。比如说这次田中将大好了，那洋基队哈、哦、为了这个补强他的投手，也是花了非常大的钞票把田中将大买进来嘛。那他算不算台战？他也算台战，不同方式的台战，不同方式的台战。但是他，你要拥有好的阵容、好的素质，势必就是要多花一点金钱。是我个人认为，这个挑战券过的几率真的是他奶奶的胸有够低的。哦、这哇，骨头发威了，又是邓石阳啊！又是邓石阳，哇，他真的哦，果然是邓老师啊！哇塞，他说你以后不需要用兵了，通通派我就可以了。哇，这真的太 OP 了。阴天呢、欸？换一个韩版的全力打，加油！可以从未来体育台的又是高志刚变成骷髅 A Will， 又是邓石阳。是的，哇！吴成汉，在这两场
支安打，然后第一场好像打了三支嘛。好，这边推到左外方向，然后左外手接杀，接下来双方进入到了六局上半，安打数一样，分数也一样。哦，他直接缩框摆中间的位置哦。对，那可能就是这个想要靠着他选高等的选球功力哦，球入框然后做一个挥击。好，接下来轮到是哇，99年的丁华，六等的丁华哦。接下来还是六等的歌雅，哇！现在五等已经不是很稀奇了，现在是六等啊、哦！现在大家都有五等。好，张贤志这边哦，感觉累了哦，势必会做一个投手更换，换上来是天天进哦，李明进，哇！但是一上来第一球哇就被割牙，但是这一球哇哇，这算是金刚队的一个跑垒失误哦。这是所有选手都要学的哦，因为你通常你看到跑者跑三垒，你往往会选择传三垒，可是会打者会往往跑二垒，这时候你就要有点心理战，会马上传给他传二垒，让他卡在中间就可以夹杀这样。回到场上，哇，轰到很深远，但是马利奥、哦、这个天气对到、哦、吃了香菇长大了，接到这一球。其实，在现实棒球来讲，如果是一垒有人，然后球打到中外野的部分，应该在跑者啊，顶多大概都是会停留在二垒。对，所以我认为说，刚刚其实是一个金刚队的跑垒失误，他二垒的跑者不太需要贸然的往三垒去照进，他可能只是想要假跑，可是没想到陈米会直接传二垒哦，这是他应该是没有想到的，所以一个很好得分的机会又错失掉。好，那这场比赛是陈代米蒂亚的主场哦，所以如果说他能够在后面得到一分的话，哦，把比赛哦带入到这个九局上半，八局下半，九局上半的话，他就有机会哦获得这一场胜利哦。哦，这边锁下去哈，但是打到中外方向被接杀了。那七局上半变天了哈，那对于金刚队来讲，轮到的是布拉德、邱昌荣跟童崇辉的打击。那前两棒的天气是对到哦。在米迪亚部分哦，换上的是中外手的晴天蓝卡黄高俊。哇，好久没有看到蓝卡在场上奔驰了。好，七局上半一人出局，两好球没有坏球。哇，大空档。哇，这球可能要跑三垒了。那现在黄高俊跑过去接到这球，但是传球不够力，选择传二垒。但是跑者邱昌龙哦，速度靠着加成也可以来到最上哦。然后现在已经验出去攻占到三垒，那轮到打击的是童崇辉。好，这边选择做一个代打哦，换上是02年的庄景鹤。哦，他是一个无属的一垒的打者。那金刚一垒是有两只无属，一个叫李安熙，是不是？对，庄景鹤、李安熙，然后还有吉诺以及童中辉。童中辉，对，总共有四只。那现在投球的是04年的李维拉。哇！景鹤这边，哇！不
用靠高恩牺牲打哦，一支安打把三垒的跑者打回来，目前以3-2哦领先的是陈泰米迪亚。好，轮到打击的是97年的六等的冰山呐、啊、哦，靠了加成打数最少，来一个跳接手背。这有邓石阳接得很漂亮，打得漂亮，但是接得也蛮漂亮。对，瞬间反应按 Q 哦，再按 A。对，所以整个操控性来讲，其实孤头的选手，我觉得他的操控能力是不错的哦。对。这边投了一个 high fastball 要吊他哦，但是误赏选手哦，打这种高球是非常有能力的哦，所以就推出了一个右外方向的安打。那现在两出局，一二垒哦，跑者，那轮到是巨炮阿拜。哇，很明显陈泰的后援真的跟金刚差蛮多的哦。压制力很明显没有那么够。对，所以说为什么在中职联盟来讲的话，明星区齁、哦、就是开放让他所有的卡面都可以上。齁、哦、因为这些年度比较少的组合队来讲齁、哦、其实是蛮吃亏的。那他要跟现役区的球队那么多年度的球员齁、哦、来就是比赛齁、哦、所以算是蛮吃亏的啦。那但是齁、哦还是这些选手哦非常有爱，所以他们选择来参加中职联盟的比赛哦。那其实主办老板那边也蛮感谢这些朋友，就非常喜爱自己所组的球队。是，那借由这个第一届的中职杯，我们就发现了好多哦一些非常完整的组合队，还有高手哦，像是我们的三商虎队。哇，这个在所有的比赛哦。通通没有听过三张虎队的游戏历程，但是在中职杯他却打出他的身价。哇，三张虎队那个选手，我其实很久以前就看过这位选手，他就是主三虎。对，然后也借由中职杯的比赛，才发现他的整个游戏的打击技巧哦，观念都非常的好。哇，他打击真的太强，而且我最欣赏他盗垒哦，很少失败哦，都。没到没成功这样，对，可能有开外挂，下次问他一下，这真的会非常头痛哦。对啊，所以在棒球来讲哦，其实是一个速度、力量与速度的一个运动的展现。对，那三张虎的话哦，就彻彻底底的把这个速度哦充分发挥。那在中职联盟来讲的话，像是勇士队跟兄弟象。哦，其实都是蛮善用他的速度，所以这三个组合队哈、哦，应该都有机会打到季后赛。那但是冠军只有一个，哦、所以江神，从你看中职联盟这么多选手的比赛来讲、嗯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看好哪一位会夺下第一季的中职联盟的冠军？看好哪一位哦？对，你有没有大概先预测一下？那如果预测中的话，哦，我就送你老板签名照一张。我是没有预测到哪一位选手，可是我可以猜说是哪几位有机会。像我觉得三三五虽然说他打击非常凶猛，可是因为他球队本身是没有双跳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守备来讲，就是好像是。那个盾啊不够力啊，就很容易被矛刺破，所以我觉得以冠军来讲，我觉得黄小球跟那个黑蝴蝶，就是最近改名叫紫星希望那个，我这两非常有机会。嗯，没有错哈、哦。那在上次有转播到兄弟象对 TM 勇士的比赛，双方是各一胜一败哦。对，非常好看。所以在我们季后赛哈、哦、即将慢慢到来的同时哈、哦。那这个打的是7-4的冠军战，所以打七场，哎，不知道谁输啊。所以而且冠军赛应该是打自由，对不对？
就是没有卡片限制哦，没有，这边有，这有卡片限制，就是哦，有卡片限制，对，用直一频道，哦，直一频道的卡片。那我觉得如果有卡片限制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误赏这个选手也是有机会的，没有错哦。但是接下来就是进到季后赛哈，各位就可以关注一下整个战绩的，就是应该说季后赛的赛程的安排哈。跟我们的大联盟哦是不一样的哦，哦，因为大联盟部分它有所谓的两个联盟的外卡哦，还有这个就所谓的什么世界大赛啊、国家联盟赛哈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那中职联盟来讲的话，就是到时候老板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哈，季后赛的第一场再为各位解说好。那也回到场上，九局下半，目前。哦，哇，尝试上真的太凶猛了。先呢，然后换上的是六等的李维拉。这感觉就是有一种宣告这场比赛即将结束的感觉。是的，哇，这个就像是霍夫曼的钟声响起，李维拉守护神上来了。我们就来放一个李维拉的音乐啊。哇，真不愧是现今的救援王啊！是的，一上来哈、哦，干净利落、啊。没错，3-2不伤啊、哦，在七局上半，靠着这个一个